高考结束后，很多人都会选择一场难忘的旅行来庆祝这段紧张而又充实的时光。对于喜欢肖战的小飞侠来说，去重庆无疑是一次特别而有意义的选择。肖战这位优秀的演员、歌手，以其出众的颜值、精湛的演技、动人的歌声以及设计才能，赢得了无数粉丝的喜爱。他不仅在国内享有极高的人气，甚至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广泛的观众。肖战之所以如此受欢迎，源于他在多个领域的卓越表现。他的颜值和气质令人惊艳，每一次亮相都能吸引众人的目光，而他的演技也在不断进步，从《陈情令》中的魏无羡，到《狼殿下》中的吉冲，再到《梦中的那片海》中的萧春生等等，每一个角色都被他演绎得淋漓尽致，深入人心。不仅如此，肖战的歌声同样动人，他的音乐作品如《光点》、《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》等都深受听众喜爱，广为传唱。他还有设计的天赋，大学时期主修设计专业的他，在这方面也展示了非凡的才华。重庆这座充满魅力的山城是肖战的故乡，对于喜爱肖战的粉丝来说，来到重庆不仅是一次旅行，更是一场心灵的朝圣之旅。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仿佛与肖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让人感受到他的成长足迹和生活气息。重庆不仅因肖战而备受瞩目，这座城市本身也有着无尽的魅力。解放碑、洪崖洞、朝天门这些著名景点都是游客必去之地。夜晚的洪崖洞灯火辉煌，仿佛童话世界，而朝天门则是两江交汇的地方，夜景尤为壮观。重庆的美食也是一大亮点，火锅、麻辣烫、小面等地道美味让人垂涎欲滴。高考结束后的女生们不妨在这里品尝地道的重庆火锅，感受舌尖上的刺激与快感。在重庆还可以追随肖战的脚步，探访他曾经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地方，比如他大学时期就读的重庆工商大学、曾经工作的广告公司，以及他喜欢光顾的咖啡馆和书店。这些地方或许能让你更深入地了解肖战，感受到他的生活点滴。重庆不仅有美景和美食，这座城市的文化与历史同样值得一探。你可以参观三峡博物馆，了解三峡的历史与文化，可以去红岩村感受革命先辈的足迹，也可以在瓷器口古镇漫步，体验古镇的韵味与风情。最后，无论是肖战的魅力，还是重庆的美景与美食，都会让你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。优秀的演员、歌手肖战，凭借其无人能及的颜值、演技、歌声、设计才能，以及礼仪和修养，吸引了全球无数观众。而重庆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，更是让人向往。趁着这个假期，来重庆吧，走进肖战的世界，感受他的成长足迹，与这座山城共度美好时光。